好，今天请你跟随我学习一首电视连续剧主题曲《长相思》，万物不如你，希望你能喜欢。这首乐曲我们是用 D 调来演奏，同样的乐曲链接和伴奏链接我都已经放在了评论区。好，这首乐曲我们从第二行 D 调开始。听到第一句 Re 到西，用小指，我们有一个电指滑音，好听。是李弦，我要它浑厚的音色，我可以对比一下，和很显然第二个好听。好，接下去一样，是二把位，音很高，我们注意这里的指法。这里的咪和拉我用的是三指，用的同指滑音。但接下来会有变化，接下来的拉就要用二指了，换到二指。句拉是二指，西是三指，搜是一指，咪是三指，你可以在谱子上写这一句，拉是二指，西是三指，回到二指拉，搜是一指，然后咪换到一指，接下去指法一样，二指三指，这三个音是一指，指法一样，这个咪用三指的里弦我们就不用换来换去了。的确没有那么简单，但是你可以把这首乐曲当做一个换板练习，当做一个练习音准的练习曲来练，又好听，然后又让你觉得练起来不会太枯燥，对吗？只不过你要把这些指法可以标注在谱子上。当然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每个人都可以有你自己的指法，你不需要完全按照我的，我只是给你一个参考和建议。好的，那希望你喜欢。接下来几期我也会有一些好听的电视连续剧主题曲，希望你跟我一起学。好的，那今天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